真啦，四十五斤都无差啦，嘿啦，难怪这巴肚，因读四书五经无，我唔知影迄是卖叫咧推广的。但是我透早拢甲卖人叫脸书流化吼，拢流三字经啦。啊，对无？所以我嘛是读经的，对不对？专营3500人，干那我一个中国人。哦，你中国人啊？你中国人？我当然啦。爱我钱，爱我钱，爱我钱。无啦，刚才我钱，钱底下就对了。哈哈哈！钱中毒，钱中毒。哎，落起来，我落起来。落起来。我刚才会当演马戏哦，买一种币，不错，我会 rice， 就是咱的红色的翠绿。啊，啊，完全无中国菜，完全无中国菜。也是因为你，我跟你讲哦，不是因为他啦，不是因为他去年没去，但是我跟你说都是跟民政府有关。哦，台湾还有2个团，什么团？在等着见达赖尊者，还有台中十一团，澳门还有一个团，在那边等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都不用等了。对，你的。我一直跟你们强调，我跟隔山的 email 哈，加起来要应该有1000个。所以我们这次非常的顺利。这基本的条件哦，一定谈好了，我才敢回来。但是还有一些条件没有谈好，所以我已经牺牲了洛杉矶的一位同志。我们同志，一位同志啊，我们的同志，他的命还在吗？他最后要跟我办几件事情，他发现他不能办成，所以就不来了。他的你知道哦，当机有一个特性，你知道哦，当伊滴气球还是迄个沙漠剑扎起来乌白扑的时阵哦，伊已经失去理智了，所以拢袂疼，哈，拢袂疼，所以扎来乌白扑哦。但是为什么边仔爱一个倒头？迄、那个倒头就是伊啊拍过的时阵，就咧甲通知嘛，讲你啥物所在要注意，你啥物所在要注意哦。即我细汉都有经验嘛，你敢知？你有哪做过倒头？我细汉都有经验啊。因为安怎讲呢？我细汉是海边嘛，都挖一个坑就放屎啊嘛。放了的时阵，沙浮起来吼。以前爱讲用放屎，你讲大小便拢袂使。这个倒头的重要性吼，就是伫遮嘛。啊，阮今仔个的职位就是。甲你做，这个倒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倒头那咧请神有无？安怎请都未来有无？拢未来啊！一连啊，拢扛起啊，拢无爱来，对不对？伊就开始啊，啊，飞云走马哦，因为飞云走马时阵哦，速度足紧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边仔人就知影，讲爱起价啊，那无吼，未有啊，伊伤忝啊，站袂住啊。拢有暗号的啦。这环境啊，台湾人老是讲，你看哦，我跟恁讲一个足简单的话哦，就讲蔡先生，以我目前所做，咱即马是讲安尼讲，我有介些问题，我干咱两三句尔，甲蔡先生讲了，安尼我就煞，因为我知影伊是伫想啥，啊，我想啥，我会当配合伊的话，所以我就安尼直接安尼讲的啊，我就以后无埋怨啦，干咩啊？乌龙蛇道，真正乌龙蛇道，你敢知？啊，蛇来蛇去的时候，拢回到原点嘛，你知无？蛇乌龙蛇道，就一个目的嘛，叫做回到原点嘛。